屏东长治天意公墓村有一块金丝田，调查人来认为某人为夫积极破损，拆迁居民就希望相关单位做点措施，特别拨经费来修缮，而也给代表客家从事文风的金丝田做点永久破损。位于屏东县长治乡天意公墓各方的金丝田，虽然外形看起来还够完整，但表面已经出现许多裂痕，有的部分还做得看到钻石的露出来。当地居民对于安尼个景象相当的唔判得，希望也促金丝田做得永久本人保存下来。本乡土一年，乡土尤其喺下嚟客家文化，佮重视嘅文史咧，佮咧有冇吼？佮咧重点文化东西啊吼，要特别来重视。当然啦，有安尼文化教育意义嘅东西，当然安尼喺呢种时光。我哋保存下来啊！一定要嚟保存下来啊！因为嘢金丝田啊，吼，诶，代表我哋客家人啊，对嘢文化嘅重视啊。因为金丝田对于客家族群来讲，系历史记忆同文化对贴嘅象征。故说长治乡公所发现离前金丝田嘅山田，假使山田冇失去到十年嘅部分。泸州的提波烟府文化处进行文化资产评估，就他的背景资料去了解，他涉及哪些的私权，然后这些私权人对于目前的地上物的管理方式如何？所有权在处分之前都要确认他是否已经超过五十年，那有五十年的话，要做单独的进行五十年价值评估。屏东烟文化处表示，因为屏东风俗改变。改到公墓台民众迁葬过后，如果改建为公共设施，故说为了避免有历史价值人物的墓体本人破坏，中央要拨出公墓普查的经费，各地乡镇公所做得同年代进前，向县政府提出申请。客家新闻陈文年屏东报道。